事情要告诉你，曾经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这么这么的喜欢过你，把你当做他前进的动力。不好意思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海岩与玫瑰仿佛宿命会相遇的一对恋人，默契的不去过问彼此的过往，却可以轻易的将彼此照亮。要知道，只要遇见就很好了。